是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，在台北的首映，也是台湾的首映啊！我们非常非常的荣幸，邀到了整个电影里面四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来到。欢迎女主角杨子姗，欢迎赵又廷，这里是欢迎我们的。好，第三位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片的监制关锦鹏导演。第二位我要特别介绍，这是他的第一部电影，也是他的毕业制作。我们欢迎邵威导演。各位朋友啊，从看到他从小燕子到今天用不同的身份来，我觉得他带来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成绩单，希望大家喜欢这电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小友弟。也很开心这次可以把《致青春》带回台湾给大家看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子姗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然后支持，谢谢。太好，哇，好开心啊！还能在台湾还有粉丝，非常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第一部电影来到台湾。谢谢各位今天晚上能够光临这次电影的首映，也希望今天晚上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夜晚。谢谢。导演，你是看多少遍了？我估计挺熟的，好像观众特别能够理解。我不是拍你们马屁呀、是吗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情观，那想请问说，赵薇导演在里面是比较喜欢哪个角色？可能说我肯定每一个都喜欢，但是他们每一个人结合起来，就让这个青春变得特别的充满跟丰富。找到对最后结局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？这个电影恰恰是非常非常适合一个开放式的结局，因为他们都还年轻，每一个角色其实都不老，对于他们来说，他们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，是代表人生还有很长的，我们只是过了青春的一小部分，不应该那么快给人物一个所谓的结局。活泼的女主角到很成熟的女主角，让我觉得非常惊艳。我也要向赵又廷表白好了。你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的诠释，你觉得很难？诠释这个角色的最大的难题，就是因为我不了解时代背景。在开始演、开始诠释他、慢慢理解他之后，我发现我自己也喜欢上这个角色。有没有碰到什么瓶颈？因为我也想当导演。那我觉得做到导演，其实要有距离，你带着最崇拜的激情去对待你的题材，但是怎么懂得？很理性的有距离去看看他，那反而我觉得在第一次导演的赵薇身上我看到这个。台下的四位啊，带来了更精彩的一部电影啊，很谢谢四位。